镇东宫位于卑南乡出入村，这所供奉的妈祖是来自清代福建水师提督王德禄家乡的太保镇福宫。民国50年从太保乡分灵移居出入，很快便成为出入地区人们所信奉的对象。农历3月23日妈祖圣诞，7月15日中元普渡，10月15日酬神谢平安，信徒便会纷纷前往镇东宫进香参拜。请大家吼，若有有只经过吼，哈，就来只奉茶啦，哈，祝大家啊身体健康。多赚钱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谢谢。而进香活动后，便返回太保镇福宫谒祖。镇东宫香火鼎盛，且有分灵到富里、台中等地，外地前来的进香者更是不少。而美浓的圣德宫、台中的妙娘宫，每年也定期前来进香，使得庙宇文化既多元又丰富。龙台新闻郑大方、杨国柱出入报道。